吴业坤去年突然宣布婚讯，婚后日籍太太奔口外子徐夫来港生活，两公婆不时在社交平台放闪，羡煞旁人。而转投新公司的坤哥，日前就趁住情人节推出荣升人夫后首支派台歌《八二岁》，更加邀请了太太担任 MV 女主角。虽然这一次爱子是首次在香港拍 MV， 但是坤哥在接受 TVB 娱乐新闻台访问的时候就笑言老婆完全不紧张，更加将大小事都打理得井井有条。爱子在 MV 度身穿婚纱步入礼堂，这个情景令到坤哥回想起去年在日本成婚的情景。而另外一场坤哥在医院卧床的戏份当中，坤嫂爱子更加即场演技大爆发，哭喊悲伤场面挥洒自如。见佢捉紧坤哥只手，眼泪顺住鼻梁慢慢滴落嚟，既凄美又动容。坤哥都全程大赞太太嘅表现。可能拍医院嘅场景嘅时候咧，佢都叫做大家都即系啲工作人员都哇，佢全程 carry 啊。哦。系啊，即系其实因为我医院景系我瞓喺度啫嘛。咁但系佢演绎咧就系佢一个人喺度喊啊，喺度回忆啊，喺度即系带动观众嘅情绪啊。咁所以即系叫做多咗个原来佢都系一个好嘅工作伙伴。而新歌 MV 正式上架之后，一班歌迷的反应都非常热烈，而坤哥亦都有在 Facebook 度发文，全家人都话个 MV 爱子做得好，无人理我。言语之间好似有少少呷老婆醋，但其实坤哥非常支持太太留港发展，更加表示希望将来佢有更多拍摄的机会。